猪猪在看什么呢？啊，我在男女之间，我在看这个《爱情进化论》的片花。无非就是，晋阳特别帅，特别酥，你自己觉得呢？还好吧。我觉得本色出演吧。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丁宇洋吧。丁宇洋其实是一个投行的精英，然后呢，他把所有的一切呢，其实都想掌控于股掌之间，是一个控制欲特别强的人。虽说他是一个霸道总裁吧，但是他也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他的一些感情。其实我还挺期待丁宇洋这个角色的，因为我觉得我非常用心投入在这个角色里面，虽然可能年纪会有一些差距，但是我尽量用自己的一些方法啊，演戏的方法去弥补，所以我觉得最后希望呈现出来的一个东西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在拍戏过程中，你认为最重要的一场戏是什么？最深刻，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？每一场都很重要。然后呢，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场戏？最深刻的那是什么？吻戏啊，吻戏啊，吻戏啊！其实最后还有就是印象最深刻的，其实最后一场戏，最后一场，接近最后一场戏，就是和艾罗曼。这也不能剧透，就是很深刻的感情戏。